废物莫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莫愁，我今年25岁，我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。我从小就喜欢相声、小品、脱口秀，我今天一点都不紧张，我就是王者归来，莫愁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吴莫愁。哇耶！谢谢张绍刚老师啊，张老师活人啊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刚刚在后台看见他穿着一条翠绿翠绿的裤子，真是咱们吐槽大会的时尚毒瘤啊！我觉得您才是中国的 Lady Gaga 啊，不对，中国的 Lady Gaga。Lady Gaga， 最可恨的来了，网友有人这样评价我亮哥。张亮真的好辣眼睛啊，简直就是男版吴莫愁。哎呦我去，看完这个我还专门拿出镜子照了照。哎，我亮哥真有这么辣眼睛吗？哎，你别说还真有。在后台啊，我看到亮哥拿着两台 vivo 手机自拍，我问他为什么呢，他说脸太长，一台拍不完。得拼起来。哎呀，蔡国庆老师担任过出彩中国人的评委，有次啊谈及自己的着装，蔡老师表示虽然这身衣服造价不超过1000元，但我穿出了10万元的效果。网友对蔡老师的服装评价也特别高，艳压范冰冰。而今天张绍刚老师的着装可以说是艳压蔡国庆。艳压。蔡老师啊，担任快乐女生评委的时候，在台下为李斯丹妮呐喊了3分钟，当时啊李斯丹妮非常的感动，心里想到底是我唱还是你唱。幸好蔡老师没来中国好声音，要不然选手都得为你转身。I want you baby。蔡国庆老师啊保养得特别好，蔡老师每次看到你这个年轻帅气的嘴脸，我都觉得你简直侮辱了老来得子这个成语。蔡老师见过拍马屁拍得这么得劲儿的不？开玩笑，其实呀，我特别尊敬蔡老师，今天能来到蔡老师的吐槽大会，我真的非常荣幸。蔡老师这么多年来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多的祝福，在这里我们也衷心的祝福蔡老师能有一首新单曲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吴莫愁。表演天才。